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看一段这两位棋手昨天接受的采访。大家好，我是于志莹，这是我第五次来到琼罗山并胜杯，非常高兴每年都能来参加这个比赛。以往我的那个运气非常好，每年都没有过就是第一轮就输了这样的经历，然后今年我又到了四强，但是明天对手是崔金，非常难赢，但是我会全力以赴，谢谢。안녕하세요최정육단입니다4강까지올라오게되어서기쁘고요이곳이날씨도좋고장소도마음에들어서마음편하게둘수있었습니다남은판도열심히두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好的，欢迎回来。刚才看了两位棋手的采访之后呢，对今天这盘棋啊，都是充满了自信。我相信两人呢，一定会在棋盘当中呢，尽量的展现他们高超的棋艺。崔金和于志莹可以说是代表了中韩女子围棋现在最高水平，并且是我们的未来。因为这两人呢，都不满20岁，可谓是绝代双骄。我们期待他们能够下出一盘好棋。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讲棋嘉宾刘世振和陈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我们为您介绍的是第六届苏州琼龙山冰胜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半决赛的对局。今天的两场半决赛呢，分别都是中韩之间棋手的对决，其中呢是由于志莹对阵崔金，李贺对阵朴智恩。在今天进入半决赛的四位棋手中啊，只有于志莹还未得过琼龙山冰胜杯的冠军。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刘世振老师啊出一个难题，我想问问刘老师，您觉得小鱼儿在此次琼龙山冰胜杯夺冠的几率有几成？还想呢请您分析一下我们半决赛两场的对阵形式。好的，前面我稍微有点意外啊，这里面四个半决赛的四个棋手里面，其实就于志莹没有拿过冠军。对。其实这个比赛在琼龙山进行，琼龙山呢是江苏的苏州，于志莹不仅是苏州江苏人，而且呢是江苏队的。对。完完全全的应该说是他的主场啊，所以呢，我认为他更有理由拿这个冠军。是，所以呢，在这四位选手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最看好他的啊。从两个半决赛的两队棋手来看呢，我认为就实力而言呢，应该都是五五开。那么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应该是带有明显的这个倾向性的啊。我们非常希望两位中国棋手会是。尤其我们这个央视还进行了直播，是，所以我给他们加一成，我认为中国棋手是六，胜算六啊，韩国棋手是四，不知道这样的这个分析是否满意啊？我想我们的棋迷应该是非常满意的吧？啊，应该在我们中国比赛，中国的棋友都会支持于志莹和李贺。嗯。好，比赛呢正在紧张激烈的进行当中，那我们现在呢一起去看一下现场的画面。棋手蔡欣，好，坐在屏幕右方的是于志莹，我们给他送给他的绰号是小鱼儿，非常可爱。嗯，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于志莹，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帅气了。啊，对，这个感觉让他的这个颜值随着他的棋力一起上升啊。是的。于志莹在最近是非常火的一名棋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韩国棋手崔金。对，崔金是现在在韩国女子等级分排名是第一位的。嗯，这两位选手不仅是实力很强，而且都很年轻，对，被认为是中韩两国女子围棋的未来的领军人物。是啊，还有记者朋友们开玩笑说，这个决赛莫非就提前上演了？我觉得这个半决赛啊，他们两个遭遇啊。这个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啊。是。据官方统计，他们之前是6-6战平。嗯，对。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一对冤家对手了。嗯。像我们看到的是李贺。李贺，对。嗯。边上。92年出生啊。李贺的对手是朴智恩，朴智恩比他年长要将近一轮，是83年、92年。对，朴智恩。其实成名已久啊，就目前的这个棋界来说呢，他这个年龄应该算是老将了啊。是，对啊，现在
在棋坛上涌现出更多的90后、00后的棋手，所以80后确实已经都称为老将了。对，这个也是一个无奈的一个问题吧。其实30岁，无论是对男的来好，对女的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当打之年。如果是搁在以前的话啊，这个就是刚刚回来的，这个就是朴智恩。朴智恩，他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比赛的冠军，就是我们这个苏州穹窿山冰盛杯。李贺是第三届的冠军。好，看了这两场对阵之后呢，又听了刘老师的这个简单的分析，那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棋局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开始时候的画面。好，现在是由裁判长宣布拆先。他们是每轮都拆先的。对，由年长者抓子，崔京是96年出生，于志英是97年出生。所以按照咱们的礼仪来讲，是崔京抓子，于志英猜到了黑棋。对，右上角的小目。他们两个段位也是一样的，都是5段。其实女子选手啊，在中国想要国内想要升段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是跟男子选手一起打的段位赛。是小鱼儿这个5段呢，应该是咱们就是根据咱们棋院的政策啊，有受政策的这个照顾。对啊，不然的话真的女子选手要想到达这个高段是非常难的啊。是我们刚才啊看到崔京第4手就挂角啊，这第6手又继续挂角，放置一个空角而不战。这个确实也是一个独特的开局啊，怪不得确实有很多于老还有王磊老师给送给崔京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来着。刘老师，刚才才听你说是野蛮人。野蛮人，我不太想把这个称号放在女孩子身上啊。可能对他的人不会对他的不会对他的人这个有这样的称号，应该对他的棋吧。我觉得是一般来讲我们在说在棋盘上啊，是就像是什么野蛮人啊，这些什么毒蛇啊就包括崔哲瀚的这个绰号毒蛇，其实都是野蛮人这个绰号，我觉得没有贬义的意思，完全鼓励身上比较合适，就是、我觉得力战型棋风。其实从绰号呢就可以听出来，我们崔京在我们棋迷中，或者是在我们中国于老王磊老师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力战型棋风。那小鱼儿是什么棋风呢，刘老师？小鱼儿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我感觉到他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下棋特别快。这一点我觉得在女子棋手里面是独树一帜，而且感觉特别好，这跟他的平常经常在网上训练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确实小鱼儿最近的战绩也非常的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双方的布局时候的进程。对啊，感觉上两个棋手下的都挺快的，我觉得啊。对，上边两个角都已经走成了定式。对，就几乎没有什么想、他们左下角的这个为什么这个角还一直在空着。可能他们两个老对手确实一上来啊就针锋相对。对，可能要在不仅是在棋上面，在气势上要像压倒对手。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棋其实作为黑棋来说可以再设计的更好一些啊，我感觉上这个布局对于黑棋来说不是非常的满意。一会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对，我觉得这盘棋的开局非常的独特。这个完全是因为崔京啊第4手的挂角造成的。对，那么必然会造成一个就是大家双方或者说是未知的这么一个领域。是好的，现在呢我们啊看到他这个前边开始布局时候的一个格局。现在最后一手呢是白棋的这个打入。我觉得这盘棋啊非常的有意思的一点呢是
20手之后，这个角依然还空着，都20多手了，黑棋才占角，这个是在我们以往的棋局中很难得一见的场面，相对少见的，对。是，对于这个前面的这些进行呢，我们啊，请刘老师呢给我们从头这样分析一下好吗？好的。好，那我们一起，嗯。这盘棋呢，于志莹的黑棋，对，崔京的白棋。相信呢，于志莹是做过一些准备的。对，错小目布局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布局。然后白棋直接抢先挂角，这也是非常少见的一种。没错，这个尤其是他这个再挂角，那么我相信这是彻底的把于志莹的计划全部打乱了。这个时候他要重新部署自己的这个局了。双飞燕正常。对，我想呢，崔京现在肯定也是，就是网络这么发达，他肯定也看到我们现在中国棋手特别喜欢错小目布局，所以呢，我想他最开始的这两个挂角有备而来，对，没错。然后这个压的这个选择，这两边有讲究吗？比如说压这边或者是压这边？就古老的这个对于这个定式的这个一个调子呢，就叫压强不压弱。但是呢，这样现在这两边哪边强哪边弱呢？就相对来讲，是因为我这边有白棋，所以它这个弱点吗？那应该是这边强吧？我觉得，因为白棋这边毕竟有一个子，所以说这个是按照常规来的。当然现在下棋，我们知道，已经很多的局部也好，是这个全局也好，都不按照常理出牌了。对啊，我觉得是这个，咱们以前的理念是逐步的推翻再推翻，全都是一个崭新的理念呈现给我们大家。没错，所以呢，他这个也不是说非要是以这个压强不压弱的这个理念来进行，他觉得就是压这边合适。然后这个时候其实黑棋也是有选择的，有三个选择，比如说长一个拖一个点角。对，那么就大贴子的这个局面而言呢，点角呢他觉得黑棋有点慢了，不太合适的。这个棋基本上是在长一个和拖一个之间的选择。现代的棋手拖一个似乎下的会更多一点吧。拖一个好像白棋是不是也基本上来讲都是扳的，挖粘的这种形状是只有在这边有加工的情况下才会采纳的吧？挖粘也不是说不可以，这个时候啊，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棋它会挖粘，会形成这样。对，因为这个地方的夹击其实是个好点。挖粘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场面，对，然后是加工。那您觉得如果形成这样，白棋比实战直接把虎它各有千秋啊，不能说也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坏，我觉得好吧啊。那么他实战选择了这个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扳完了虎一个，这是定式的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就先不拆这个，常理呢他应该在这儿拆一个的啊。那么现在他这个是个好点，所以他走的是这个。对，如果黑棋拆一个，那白棋再加过来，是不是下边的这个阵势太好了？对，尤其是这边是个高挂的位置，那么黑棋这时候一定要在这边走棋的，这个是对的啊。然后白棋拖一个。在白棋没有这个病的时候呢，黑棋并不太怕白棋逼过来，因为他这样只要贴过来就可以。白棋没有办法扳这个头啊，或者他走这个啊，他没办法扳这个头就可以。对，这边有冲断。对，所以说呢，他暂时是不怕的，他走这个。然后白棋拖一个，对，这个拆二，这个是常规的下法，又是一个其实也算是新定式了。对，这现在碰到这样的拆二呢，是很难去来形容的，就是他说他新吧，他也不新了，可能也存在了有将近10年了。这个，但是呢，这个是在21世纪之后啊，进入21世纪以后才开始流行的这么一个变化。对，应该说对我们这一代棋手来说呢，还算是比较新的啊，因为我们以前接受了，要不就走这个，要不就搬这个，两搬，就是对我们来说呢，搬了再拆二，已经算是比较新的了。对，这个拆二呢，肯定算是新的啊。然后白棋顶一个，那它立下来，白棋走的非常的简单，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局部呢，它只是选择简单的尖顶一个定型。其实本身跳一个或者靠一个这两种选择都是稍微会复杂一点。对，就从积极的角度上而言呢，我觉得白棋比如说走这个啊，它黑棋并一个，然后它再打入进去啊，
这样的下法呢会更积极一些，毕竟这个是个好点吧。对，而且我觉得在下边啊是白棋子力占优，总是想着对黑棋这两个子会严厉一点的出击。对，尤其是你前面说崔京啊，他这个野蛮人，对，这样的下法呢比较符合野蛮人的这个风格啊，没想到他挺温柔的，这不是野蛮人，就简单的尖顶，他可能想着这个于老和王磊老师为什么说我是野蛮人，那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要展示自己温柔的一面。对对对，其实实战效果我觉得不错啊，足见这个崔京啊他也在成熟，我觉得不光是说我就一味的要攻杀啊之类的，对，全局上的控制也还不错，是慢慢的均衡起来了。就作为一个棋手啊，他的成长呢就是这样的，一开始呢以这个攻击为主，对，慢慢的呢觉得哎学会掌控局面以后呢，就证明他慢慢的就成熟起来了，这样的棋手会越来越可怕啊。棋手都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没错，从力战到这个均衡然后实战黑棋又拆了一个，实战黑棋拆了这个，这个拆比较的看上去没问题。对啊，我觉得这不是定式的一手吗？但是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就是这个整个布局会有点慢是不是有更积极的下法？比如说二将高加一个，比如说二将高加，或者是或者是这样的这个下法，甚至于说在这加过来，这个地方其实不太怕白棋逼过来啊。白棋逼过来的话呢，黑棋就这么跳过来，这打吃长，把这个连上之后呢，他会对这边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吧，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棋可以往上面走一点。总之呢，我觉得黑棋需要动点脑筋在这里啊，简单的拆二稍显普通吧。然后接下来白棋的这手棋拖，其实刚才一直在强调啊，说在下方啊应该是白棋子力占优，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棋友都特别想抢的一点。在这个之前呢，白棋要做一个铺垫吧，在这里并一个是吗？就是需要要在这边先补强。那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我直接下，他会冲吗？他不会冲，他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挺大的，他觉得这个 被人拖一下这个挺大的啊，所以呢他先不知道，他这边因为还有个空角，对，这个我就一直特别奇怪，这个空角我们通常都说这个一般啊都前四手这个空角肯定就被占了，现在都已经20手过去了，这个空角依然还空着。对，所以现在黑棋呢是占这个空角，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考虑设计一些好一点的方案啊，比如说稍微兼顾一下这边，走一个木外，走一个木外，然后他走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这边还是挺大的，不太愿意被白棋这边两边都走着。实战我们来看一下，走这个，对，他走占了一个角，然后他双白棋并，白棋一双的话呢就意味着很清楚了，我这个两点呢你总得让我走到一个了，对，我下一手这个逼过来，对，这个对跟这个高位或者低位，然后这个是 AB 两个点必得其一，这黑棋显然已经没有办法防范这样的这个手段了，黑棋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两个点呢是一人一步的好点。然后现在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之后呢，那我们就继续呢来看一下他实战的进程。现在是白棋逼住，我们看到黑棋选择的是搬了打一个之后先好，黑棋只是简单的这样跳出来，如果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啊，一开始崔京是穿着这件外衣的，他现在已经脱掉了，有点热了，觉得是不是人在战斗的时候都是浑身充满了力量就热了。我觉得反正陈英我们两个也都是这么这个过程过来的啊，是深有体会。对，好，拐阵，对，我感觉上呢于志莹在这盘棋的布局也好续盘也好稍微的有点拘谨，就是全局的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衔接的不是很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可能跟他的
心理啊，就是碰到崔金这样，他也比较想赢有关系。对，于志英，我觉得他下棋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他联赛啊，我都一直关注着嘛。毕竟跟上海队是，江苏跟上海是一直是竞争的这么一个关系。我感觉，就江苏的于志英和王晨鑫啊，下的是又快又好。是。所以这个跟我们上海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这个联赛经常是到了4点钟的时候，就3点钟的时候呢，他们俩都已经下完了，然后我们呢到了4、5点钟还在那下，啊，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对，其实呢，您刚开始的时候也给我们介绍了，于志英呢是江苏无锡人、其实他主场作战呢，对于他来讲也有一定的压力啊。这是不是就是他因为他没有拿到的这个冠军的一个因素呢？对啊，是不是因为这一点？小姑娘其实心理素质其实不错的，我觉得。对啊，我们可以看她的整个下棋的时候啊，她没有什么表情的变化。嗯。啊，哪怕是有的时候她劣势啊，或者说是什么时候呢，她都不是没有什么在脸上不会表现出来啊，这个心理素质很不错。我想可能真的是在江苏下棋给于志英的这个压力格外的大，因为我突然间就想到，就第四届咱们穹窿山并胜杯决赛的时候，于志英是对的是王晨鑫，在这个胜势已定的情况下，几乎真的是已经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他突然间感觉到是不是脑子都短路了啊！下完之后他泪洒当场，我觉得那个场面呢，就我现在都记忆犹新。所以就平时别的比赛好像很难得见小鱼儿会在现场下完就哭了吧？啊，对，我反正是没见过啊。但是说回来啊，一个运动员啊，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总会有这么一些时候是这样的啊。对，不可能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是，那就不正常了。对，只有经历了这个失败的痛苦，才知道胜利的喜悦。嗯，我觉得更会珍惜。好，现在呢，我们看到棋局呢进行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您能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您觉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是混战啊，还是谁优谁劣？这个这盘棋进行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什么明显的战斗啊。主要的焦点呢在于白棋的这个调，我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仔细的再讲的。这个调完这个之后呢，这个棋发生了，对黑棋来说呢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因为白棋的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它的头啊很畅，但是它整体没有活。在这个时候呢，它这个调呢是很比较积极的啊，从而呢引发了黑棋反击的心情。黑棋这边贴出来，态度很强硬，但是呢我们看啊，这个实地上是非常损的。对，白棋那么他损完实地以后呢，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攻击当中有所收获，这个是这盘棋的一个焦点。哦，那您刚才呢说的这个调这手引发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故事，那好的，那我们呢从头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棋局的进程，我们一起。然后接下来黑棋是搬了打吃，黑棋先搬了打吃一个，这个这也是黑棋的先手权利。打入了以后呢，这个棋黑棋其实是可以再联络了，但是呢他走这个的话呢会有点委屈，感觉上对，白棋可能就脱先了吧。那白棋肯定脱先，先放了不走。这个地方反正他也没有完全联络嘛，还有些靠，我可能就直接就挂角拆了。对，这样两手交换呢，白棋是明显便宜的，因为本身呢以后黑棋走这个以后再尖顶一下呢，对白棋的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么交换两个之后呢，黑棋或许只能是自己顶一个之类的啊，那就差多了。对，所以呢黑棋这个肯定是不会走的。对，黑棋走了、他也没有心情。然后白棋现在飞一下。对，白棋现在飞这个，飞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是给黑棋一个选择。黑棋这个时候，他这个跳肯定是相当的稳健啊。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这步棋是有点缓的。那您敢脱先吗？我觉得您要脱先，我这么一靠，这四个子好像挺危险的。行，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啊。就比如说你靠一个，我就尝一个尝这个。由于什么呢？因为白棋这块棋啊是毫无问题，很厚这个棋，它封住白棋呢是一点意义都没有。黑棋唯一的有点不是很舒服的话，是因为通过攻击呢，黑棋这边的借用没有了。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边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就特别想抢这手这个扳。扳一个。哪怕我就是
虎一个啊，或者是叉二啊，叉一个，我觉得都好啊，或者说是我就虎一个这样的。那白棋可能还得拆一个，啊、我哪怕我就这起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黑棋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这边、嗯、确实这边黑棋非常的想抢，但是如果在这边插一手棋，白棋会不会有什么严厉的攻击手段？比如说刚才是点一个靠一个怎么样呢？啊，这样我们就走到最简单的，我全都硬、啊。那这四个子会不会无疾而终啊？这个死。四个字我觉得不会无疾而终，但是呢有可能会被攻得稍微的有点苦啊。我试试，比如说当头一阵、啊、当头一阵呢我就再走这个，我这边有个压，主要是这个压你有点难受，你如果顶住的话呢，我下面一夹下面有可能有眼位。对，如果退一个你的头是不是就对，退一个我那就跳起来，嗯，这样的话呢我盖过来这个地方，后来呢其实黑棋这个子啊他也没有准备怎么去动出，嗯，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考虑抢一步呢？至少有这个想心情吧，我觉得。哦，对，确实，如果能拖一手先呢，在开局阶段插一手棋了，抢大场的时候。对，这步棋呢就是慢了一步，它没有目数，啊，除非是呢黑棋觉得以后在这里啊有什么动出的可能性，瞄着这些手段。但是我觉得暂时大概也。只能是一些味道吧，对、不好出，因为我这边是不是还可以断啊？没错，断的话呢，黑棋是走这个的、然后我就长，它是爬过的，对，然后就这么跳一个、嗯、或者是我就算不走这边，反正黑棋也已经是软头了，白棋就比较简单的，他就走这个，就只是一些味道而已吧、嗯、暂时是不会有什么棋的，对，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应该是白棋的这个交换还是取得了一些目数上的，目数上便宜很大，心情上不太想让白棋交换到这一下啊，这边因为也有一手棋的价值，对，接下来白棋是走到这个位置很微妙选择的啊，对，它是通常确实对于这个局部是要走这个局部，几种下法，一个是顶，一个是扳，对、这都是对脚上的目数是最好的、嗯，白棋呢显然是想兼顾黑棋这边的这个发展、哦、啊，他觉得我们就摆一个最简单的，就走这个顶啊，这时候立下去，嗯，啊，黑棋走这个，那我可能如果立的话，我就要拆这个了，或者虎一个我就脱先了。对，这样一来的话呢，黑棋哪怕是最简单的，我就走一个这个，在这里呢形成一个比较立体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嗯，这是白棋不太愿意看到的，嗯，白棋先把这个问题确定下来，就是呢我既不扳你这个也不顶这个，我呢是限制一下你这边的发展就可以、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白棋的考虑的问题了啊，比如说他可以走在这里，嗯，走在这里是最紧凑的、对，那么他选择这个呢就是更加的偏顾这边，没错、啊、就是看着黑棋的形势，然后同时呢对这个子呢也有一些加工，嗯，实战我觉得白棋的目的是达到了啊，我们来看实战，实战黑棋走这个，搬这个，嗯，他拆个一，拆个一的时候呢，其实白棋搬到这里的话呢，他就跟刚才这个顶啊就差不多，至少跟这个顶了虎，棋形就说不上谁好了，目数差不多是吧、嗯？对，这个地方目数其实无所谓，不差这点目数，主要是这个白棋的眼位跟厚薄。嗯，白棋这搬完这个之后呢，就是白棋自己这块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显得黑棋这个地方的拆边就有点拘谨了。对，本来呢、本来我们拆这里的，嗯，对不对？现在这样等于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白棋夹击黑棋，嗯，所以我觉得白棋的这个选点也不错。棋局进行到这里为止呢，我认为，白棋是下的比较顺畅的。哦，就是白棋到现在为止，白棋还不错。嗯，黑棋的实地上肯定是会出现问题。嗯，也都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崔京的棋风啊，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他有点喜欢把棋下的中府，有点宇宙流的那种架势。对，前面这个子忠老师是这么介绍的啊，是这个棋是在中央的啊、嗯，但其实这盘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棋完完全全都是在实地上面的。对啊，其实在这个网络上，因为我看到这个宋荣慧啊，嗯，对崔京的这个评价。好像当时研究室是摆着一盘棋，在说这个崔京的黑棋还是白棋。荣慧一来就说这个肯定崔京的白棋啊，因为这个棋都下在中间啊。啊，对，我记得他上一盘棋好像跟陈逸民那盘棋也都是在中间这个下的啊。是。
或许是他因人而异吧，看到他知道、这个、他对小鱼儿他就特意改变了吗？也有可能他觉得小鱼儿比较注重实地吧，啊，是。但是棋手是那么容易改变自己的风格吗？也或许是他这个棋正好就赶到这儿了啊，这么一开始两个脚一站，让他想往中间走也没法走了，嗯，啊，也有这个可能性。这个时候呢，黑棋常规的肯定是在这里啊，常规在这里，但是我觉得黑棋还是应该考虑走在这个地方，它的主要方向还在这里。对，它的发展方向是在这儿。它迫使白棋就跳过来之后呢，它就跳过去跟这边简单的形成一个联络即可。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还是依靠这块，嗯，不能说孤棋啊，这个薄棋吧，啊，来经营自己这边。那么这样一来呢，更好的可以利用一些这边的这个味道。这样我觉得似乎会比实战更好一些吧。实战这样呢，它常规的下法啊，也不能说它局部肯定是不好的啊。那么走这个。对，其实我对于这个这么过早的这个点到二路上也稍有疑问，因为通常呢，我们都是要对这块棋，除非要进行攻杀，才会要去想着搜人家根。现在呢，我觉得确实如您所说，这个中间啊还这么的宽广，而且自己还有可能这个成形势的可能性。这个点是不是也是不太好的一手呢？他不点的话呢，因为如果现在这棋啊被白棋跳到这里之后呢，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扩张了。嗯，但是呢，只要一不扩张，被白棋下后，自己全是毛病，别人一二路一漏啊，这样的，这个他肯定是防不住了。嗯，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要求就是让白棋这块棋不活，这样呢，他才有利用的或者说攻击的价值。另外一点呢，他自己这块棋啊不好，啊，自己这块棋有点薄。我们就摆一个。现在还薄吗？我觉得我这个头已经出的那么畅了，而且这边都是黑棋的子力。那我们就摆个最简单的，我比如说我就走这个，啊。这样尖我大概只能粘上吧。啊，对，你只能粘上，对。然后我就一冲断。冲断这边，哎，我有没有可能粘这个？您冲断的时候这有靠吗？至少是有点看不清吧，这个棋啊，靠的话我就团在这里。嗯。这个肯定不能说是厚的啊，所以呢，他还是要补个。于这些棋挺均衡的。担忧啊，他的棋下的挺厚实的。嗯，这是他的风格啊，只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呢，确实也像你所说的，就是这个棋有点慢啊，因为白棋我觉得这几个角啊实地很扎实。嗯。啊，这样一来呢，让我对他的这个实控啊有一些担忧。接下来这个白棋下的非常的积极，他走的是这个啊，我以为他会在这边补棋呢。他走的这个，这个时候又抢一手是，这捞得很猛。我想说，这个黑棋长，他就跳起来，把这个投走了。他觉得这块棋我不怕你攻，嗯，这样的一个意思。接下来黑棋对守个角，守角这个守角呢，基本上就把自己这边的棋限制住了，就是我。不怎么扩张了，这棋。但他总要这个落地啊，他不落地，毕竟这边有拖，有您刚才讲的漏。对啊，就是如果呢想要下的这个积极点呢，是走在这里，但是呢他担心这边被掏掉之后呢，这个棋啊也同样攻不着，有落空的嫌疑，落空，就有可能他就真的就进来了。对，我不知道黑棋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先在这边先借用一下，比如说这个飞这个，不知道白棋会走成什么样子，他断两下之后飞过来，他或许有这个担心。总之这边我觉得黑棋啊，实战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走这个，白棋往这调，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调，一个非常的积极啊，白棋并不是说我在这里就断两个围控啊这样的，他调在这里，他要求你飞，他压一下，这样的话他就顺势的在这连片了，我们简单摆两个，飞这个他压一个，然后就压一下，完了之后他就飞这个，哦，这他的一个构思，我挡我再顶，挡他一顶，哎，他就把这个棋啊全连上了，这个黑棋我绝对受不了。是，而且这个地方不仅呢，这个子已经没有了活动的空间，还有我这个空，这棋就完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掉这个，黑棋是一定要反击了。但是呢，崔京显然这个点掌握得很好，分寸掌握得很好，就是黑棋啊很难在这个地方，展开什么有效的反击。我们来看实战，实战呢它是贴这个，这个贴。是很无奈的，我觉得，因为
他帮白棋把这个味道给消除了。嗯，白棋跟着搬，白棋搬这个，嗯，黑棋也搬，黑棋搬，长。然后再搬一个，对，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的棋形很薄，有很多的断点，所以呢它的攻击后续的攻击啊是有点困难的啊。他走这个跳一个，这一跳他是先把自己的棋啊先保持一个联络，嗯，那么接下来呢的焦点就看白棋如何来处理这个子了，它是联络呢还是采用什么方法。是，其实呢您刚才说这边呢黑棋送了一些空，其实我倒是觉得啊现在整体全局会不会白棋就变薄了啊，那是肯定的，因为它这获得了这个实地，对，它这边肯定是棋会有点薄的，对、啊、我觉得小鱼儿肯定会让这几颗白子会付出代价。那我们接下来呢看看实战的进程，看看小鱼儿是如何进攻白棋中间这几颗子的。他是虎一个，这样大跳靠一下，虽然看到白棋好像能取得联络、嗯、但是它连在一起就一定都安全了吗？我们可以看得出崔京其实他还是下的挺积极的，嗯啊，他并不是说一味的防守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播的模式，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棋手下棋时候的动作、神态、表情、嗯、感觉跟我们的棋手有一个近距离接触，如同我们现场观战一样。好，现在是黑棋是顶一个，下边呢我觉得白棋是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但我觉得他并没有，反正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两个眼，我依然觉得小鱼儿会对这块棋还有搜刮的手段。现在飞一个，这个两个小姑娘我觉得下棋的表情都很镇定啊，对，都是久经沙场啊。你看于志英也是这个，就是看的表情都像是自己盘面二十目的感觉、嗯、啊。对啊，现在真的是从面目表情中已经看不出来，或许是跟现在这个棋一直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攻杀有关系啊。嗯，这双方的应该说所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计算还是比较简单的。嗯，虽然他们年纪轻轻，96年和97年的您说是小将，其实于之莹的个人战绩尤其是最近非常的棒，战胜了崔哲翰，战胜了穆振硕啊，对，这两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未来的这个领军人物呢？我们知道这个芮乃伟老师啊、嗯、一直独霸女子棋坛是非常多年啊，对，棋坛的大姐大，她的最厉害的战绩其实也就是战胜男棋手，嗯，战胜过李昌镐，对，曹勋炫老师那次拿到了韩国的国手战的冠军，男子的这个有很多男子棋手参赛的冠军是很不容易，所以说这个于志莹能够战胜男棋手啊，并且在新人王的比赛当中啊战胜了李清晨、嗯、对，夺得了冠军的，新人王的冠军是、嗯、所以这么看来就说小鱼儿要接芮老班了吗？的确是中国未来的女子领军人物吧，我觉得、嗯、从这个发展的态势来看是。好，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嗯，刚才呢说
看看黑棋如何进攻这块儿，这两块白棋。现在呢，这两块白棋啊已经连成了一块，但是我觉得从眼位上来讲，并没有明显的做出两个眼。对，这块棋是不是还要被搜刮呢？我觉得这个棋一定是黑棋接下来的一个焦点，就是黑棋一定要围绕着这个做文章。我们看啊，白棋又这边又捞了一票。对，白棋这个段呢，看上去好像是损了，但其实呢，他保留了不走，以后他并不是打回来的，他可以打了立下去，他把这个棋官子给你收了。这样一来呢，我觉得白棋在实控上啊，是保持领先的。那么黑棋一定要追究白棋这块棋的保卫啊，这个非常重要。好，一会儿呢，其实我们想在小棋盘上啊，想让您重点跟摆一摆，就是在这一块黑棋都有什么样的搜刮手段。因为您一直都在说呢，黑棋的目数好像是一局是要少于白棋，那黑棋自然呢要在白棋的这一块要找回目数上的损失。所以呢，那我们请您到小棋盘上给我们着重的摆一块，这个地方黑棋有什么好的手段。好的好的，白棋是下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尖冲棋感不错，我觉得啊，他这个这个棋下的黑棋很难受，同时也是很积极的一步棋，他下一手要挡下来，甚至于这个靠下来，两个点呢都让黑棋很难受，所以呢黑棋，但是呢黑棋又不能补回去，补回去的话呢他就联络太轻松了，我们来看黑棋是虎一个呢，也多少有点无奈。这个棋本身它局部它有一个这个尖冲，然后这边是有断点的。对，尖冲之后呢，这块棋呢其实味道还很好，但是呢它这个虎完这个跟这长了之后呢，这块棋就彻底的没有味道了。对啊，这一下在对特别想下的一手棋，然后他走这步棋很凶啊，就是显然是准备要分段的架势啊，我们来看白棋如何闪过这个的。对，我觉得这时候白棋好像有点不好下了，看上去不是很好下啊。对啊，我觉得已经怎么都连不上了，那靠人家搬跳人家就冲过去了。好的，我们来看实战啊。实战他靠这个，好，靠这个，然后他肯定虎过来，然后再来跳。那难道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继续跟着冲了吗？那如果挡这个的话呢，白棋这有个靠啊，他走这个的话，他一挖粘，黑棋这个棋啊不是很好处理，有可能挖粘之后呢要被搬下去。啊，就有了这个交换之后，我这边好像就有点棋了，这边还多了一个断点，是吧？对，他这个靠是有他的这个作用的，我觉得，实战是不是他就把这个吃后？对，实战黑棋只能走这个，这个我觉得是无奈之举啊。看上去好像这个靠损了一下，但是然后白棋贴回来，白棋把这个贴回来之后呢，他的白棋的目的达到了。白棋这边无非就是想把黑棋，压制一下。白棋这边的实际收获很大。对，现在看着白棋是联络。白棋走这个，这几步棋，也挺卖味道的啊。那就是彻底放弃了对这边的味道。对，他没办法，他觉得这里边没有手段了。白棋走这个。然后白棋这时候又脱线了。他是尖了一个，又对白棋尖一个，这个地方感觉上从棋形的感觉上呢，应该往这儿靠的啊。他往这儿尖呢，当然也有他的想法，他想留着这边的断点。他就想瞄着这个。对，黑棋长这个是可以的。对，他这个断其实就是考验黑棋一下。黑棋如果你从下边走的话，那上面就会薄一点。黑棋长打吃这个的话呢，他长这个是先手，他下一手一打吃有个扑啊，他留下这个味道。虎这个的话呢，他打吃一个，这样的话他就连上了，所以说呢，他就是先问一下，考验他一下。黑棋吃这个呢，局部可能是最强的手段，但是呢，以后给白棋留下了一个打吃立下去，这个局部有目数巨大，目数被收刮得很惨。那么黑棋先，白棋先尖顶一个，尖顶一个之后呢，他以后粘一个先手，这边的联络呢就不是很重要了，然后白棋是不是又脱弦了？靠这个，白棋不停地在脱弦。这块白棋已经完全安定了吗？他是这么认为的，我只能这么说啊，也不是说完全安定，就是说这棋你吃不了我，我先动你的，挺狠这棋。是他在这边又捞了一票，
然后打吃了一下、嗯、这个木树又是收获巨大，这个黑棋多少多少也有点没办法，这个棋如果被分段的话呢，这块棋不活，那么黑棋就彻底对这块棋失去、嗯、那黑棋这个棋也有点拼搏的意味啊，就是我先放弃这边的实地抢个先手。对，那我觉得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了，现在白棋吃一个嘛。对，那接下来我觉得黑棋的目标肯定在这儿，您觉得黑棋有什么好的手段吗？一时间没有看出来，如果这个棋啊有明显的这个棋可以进攻的方式的话呢、嗯、我觉得白棋他不会去捞这个，这个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啊，他一定是觉得这棋我不怕，他才会这么去下的。我们看这盘棋，白棋其实一直在捞空。对啊。啊，从这个地方开始，掉完这个地方开始，先捞一条这个，把这个转化为实地，然后放着这块看似有点薄的棋不走，还是在这边又捞了一票。那么这个地方如果黑棋没有很好的手段，我觉得这个棋就有点危险了。于是也。那现在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印象呢，就是白棋一直在捞空，嗯，然后黑棋呢现在在走后嘛，要对这块棋进行攻击。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目数上啊，到底是黑棋现在差多少？我要在这边的进攻当中取得多少目数，就能跟白棋的目数相抗衡？这个棋我觉得是他是在这边这个时候啊，嗯，他是想要就收两空就可以呢，还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好说这个时候。那现在目数给我们简单的点一下。啊，好的，好的，好的。这边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十，这块棋就点25目吧。25，嗯，25目。这边二四六七，7目差不多啊。32目，对，这差不多。这块爬的话，32。这块如果能够算成这样的话，那就太厉害了。他如果打了立下去，黑棋只能挡住，他搬这个，这样的话他10、11、12、22、23、24、25、26、27、28、29、30、31、2目，这样的话白棋有60目出头，嗯、对，63目左右。对，黑棋如果被收掉的话，这12、34、56、78、9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3、34、35、36、37、38、34、46，大概50目棋左右。那盘面岂不是要在这边？盘面白棋10目，差不多是这个，就是我们不点这个 啊，不点黑棋的这个所将来能长目的地方的十目。那么这个棋呢也不一定啊，就是他如果把这两个吃下来，然后在中间这边可以有点什么搜刮的话呢，所以这个棋实控上来说呢，一直是黑棋有点欠缺，我觉得啊。那我其实就是先手把这个如果能吃进来，能把这两个字吃进来，其实我的进攻好像应该就差。还有一个问题呢，是白棋打了立下来的话呢，黑棋是不是可以在这搬了虎，也是个问题。哦。这个都是根据形势而定的，我觉得啊，所以呢还有很多的悬念有待挖掘啊。对，接下来的焦点是黑棋如何对白棋的这块棋进行搜刮，我们去看一下它实战的进程。小鱼儿这个脱腮的这个样子，是形势是紧张呢，还是您看看这个形势？这个棋手啊，现在的职业棋手对于实控是很注重。对，确实看看这一块进攻的成果。白棋就是刚才好的，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下的。对，确实从面目表情上来讲，他们始终都非常的严肃啊。但是看起来小鱼儿要轻松一点，我觉得。我一直说就是小鱼儿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很好啊，是很少在他的表情上流露出对形势的这么一种判断啊。嗯。
就实战的这个进程啊，现在我们这个画面上出现的就已经完完全全的跟实战同步了，同步了啊。我们从这个现在全局来看呢，黑棋呢是跟我们刚才相比呢，它把下面两个子给吃掉了。嗯。那目数上应该是找回来一点。。现在的焦点呢，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说了，就上面那个打吃立下去，黑棋是不是会让白棋收得那么舒服啊？嗯。如果黑棋只能是在里面挡，被白棋扳一下，这么收的话呢，我觉得实控上会有一点问题。嗯。现在。后来白棋在这里跳了一个，就是他最后一手棋啊，是在那右边跳了一个，对，这个跳我不是很明白他是是何用意啊？他觉得下面已经，对啊，他这块棋为什么不是再加强一手，而是在远远的，好像是在远远的呼应这块棋？对，这个跳，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他不掌控，要走也应该是在这下面走的啊。对啊。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两位棋手啊，对，思考实时的这个画面了。状态啊，咱们穹窿山冰胜杯的用时呢是每方两个小时，嗯，然后保留五次一分钟的读秒。现在这个用的这个计时钟呢，我觉得现在应该两个人差不多都要进入读秒了。嗯。在我们直播开始前呢，我觉得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因为这个钟不太好看，也得凑近了看才行。对。一个是剩下25分钟，一个剩下29分钟。对，就是时间上还是比较接近的。用时非常的均衡，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用时啊，对于小鱼儿来说呢，他肯定是算是用的多的啊。嗯。以往在局面下到这个时候，他根本就离读秒还差了好远的，由此可见呢，我认为崔金是给他施加了不小的压力。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也可以说是知己知彼，虽然是一个是中国棋手，是韩国棋手，嗯，但是呢，小鱼儿呢有被借到韩国去下韩国的女子擂台联赛，而且跟崔金还是一个队的队友啊，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一块儿摆棋研究。所以两个人也算是对手兼队友。嗯。黑棋现在顶了一个，这顶一个呢是把白棋的这个眼位啊稍微破坏了一点。对，同时是不是我还有挤一个？这边目数上还有点便宜。他这两个看他往哪边挤啊？他如果是最狠的话呢，是从右边挤。对，就是从四路。对，但是那样的话呢，被白棋也是挤一个，也是挤一个啊，有点看不清，所以最稳妥的呢是三路挤一个，这个以后会有一些官子后续手段。但现在白棋这一块儿，现在呢这个棋啊，黑棋肯定还惦记着白棋这块棋，嗯，只不过呢就觉得就如果只是攻击啊，他现在提这个。对，这个目数也很大，就刚才您说的打了力那个手段，那个目数啊就被消除了。对，像我觉得黑棋抢到了这两个，这边提一个，这边是冲掉两个子，是不是目数上追回来了很多，下边还有几个收官。我觉得从目数上，黑棋是不是已经没有您刚才说的落后那么多？追回来没有落后那么多，嗯，的意思是还是有点落后啊。我希望的是就是已经完全追回来了，但是显然看来天幕上还有那么一点困难负担是吧？嗯，对，天幕的负担，这个棋是贴七目班的，嗯，黑棋天幕的负担比较沉重，我觉得。那就是说在这块白棋，你看白棋下那么狠，竟然他在做活的同时还要把这个刚才您说的黑棋的挤过。对，这个棋白棋黑棋是白棋明显的是一个局部的好手段，嗯啊，所以刚才挤过其实也不是不能考虑，我觉得。那现在黑棋会下什么呢？现在黑棋正常情况下团了，团了挡住，挡住或者说是单挡住都可以。单挡住的话呢，白棋白棋就挤上去，这样的话呢，白棋就这块棋啊彻底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刚才这个题跟这个几过，我觉得价值是相当的。本身目数就差不多，目差不多，但是白棋有厚薄的问题。对。所以说呢，小鱼儿提上的那个子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心情是，有点纠结的啊。55秒。小鱼儿的棋风挺厚实的。是从这盘棋看来，是非常的厚实。他这个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还是不想让你这块棋，完全的处理好。对，下边最起码白棋是没有眼位的，只是破了。但是他会落一个后手，我还得花一手棋拐。对，这样的话呢，白棋，是不是会补一个？刚才您直接挡的时候，白棋是不是也脱先了呀？已经脱先，我以后也可以挤进来啊，也是有一个挤的。所以白棋不用脱先，白棋就挤进去。挤进去的话呢，他眼位很好，现在呢，以后黑棋再挤一下，这样的话，这一块棋眼位是不足的，上边有一半个眼，那么一旦是条件成熟，黑棋是具备吃棋的可能性的。在小鱼儿的这个棋谱里边，屠龙的场面多不多呀？这个我倒没有仔细的留意啊。总之您作为上海队的教练，不是经常带着这个瑞老他们去研究江苏队？刚才您说这个研究江苏队，这是常浩的任务。对，常浩对于志莹是有过评价的是什么评价？对，他就说于志莹的棋相对是比较均衡的，不是那种纯的力战型的。因为我们知道女子的棋手其实力战型的偏多。对所以我一直说女子的比赛比男子的好看。个个都是大力士是吗？虽然这个技术上啊可能男的更强，詹我觉得是目数最大的就是这个打拔是目数最大的。但是呢，就厚薄而言呢，是上面那个拐，是目数和厚薄兼顾。看于志莹这个行棋的速度，应该是还没有读秒，果然拐一个。对，这个拐，我觉得白棋他是没办法啊，他这个爬没爬到，很心痛。他没有时间把这个爬掉。那莫非他不上面加，然后直接二路爬？那他又担心这个，对，这中间会有一点中间这块棋被人攻击。现在两位棋手应该是进入到了这个，至少进入到了这个状态当中。最后，对，我觉得应该是最后的对决了。这盘棋意外的没有什么战斗，像是要在没有战斗的过程当中进入到官子了，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啊看这个卷上没有大杀大砍的战斗，其实在两位棋手内心里边已经有了很多次的交锋，有很多次的谈判那是肯定的。有的时候没有攻杀的这个场面比有攻杀的还要激烈。对，经常是为了一目棋半目棋的一个小小争斗，这样其实很难掌握的。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女棋手特别喜欢攻杀，我问过他们的因为攻杀你的思路容易理清楚，对，反正就杀嘛，对吧，这个把它断开了就攻杀计算，这个呢相对来说简单。这些控制局面啊判断啊包括目数啊，对于女棋手来说呢相对来说更难一些而且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女棋手下棋在就是别人想便宜我一下的时候，我特别想为什么所以一定要冲上去，就经常是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引发一场战斗。58秒，黑方60秒，我觉得从这个状态中啊，于志莹还是挺轻松的。这个是一个职业棋手的良好素质。表情上面不能让对方看出了一点。以前陈泽秀英老师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戴副墨镜下棋就不让对手看到我在看哪里这个挺讲究的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有的棋手发故意的啊，他心里在想这边，对，眼睛故意看那边，心理战。现在好像这样的事情少了点。确实经常是在棋手还没有开始对局之前就已经打上心理战了。现在被这个拐到之后呢，白棋也有点失去方向啊。白棋这个家，白棋刚刚这个家啊，白棋搬了一个，搬了一个之后黑棋又把这个给粘上了，粘上。白棋上面这个家其实是最狠的是二路爬啊，对啊。他之所以二路这个上面加一个呢，我认为他还是有所担心呗，中间这一个有所担心，那肯定的，他因为薄嘛这边一个呢，他觉得这个形势至少是不坏，要不然的话呢，他这个棋是完全有可能要拼一下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您刚才讲的头号大官子和二号大官子都被黑棋抢了，但白棋上面搬一个也不错，白棋抢了那个搬，他下一手基本上要爬一个。现在呢，两位年轻的这个女棋手。虽然是可能是年纪比较小吧，但是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啊，基本上呢能够利用一下这个时间点点墨啊，看看别的官子啊，不着急下。对，所以他这个爬一下之后争取了一分钟，然后再早就知道要爬这个的。现在呢白棋接下来走哪个有点茫然，因为目数很大的棋已经没有了，那么我觉得他可以考虑把这两个子连上，就是小尖这个子啊连上，团一个，这样的话呢他有一个眼，而且呢目数有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七目棋，外加一个眼位，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大家呢都是在最后的比拼官子嘛，那我又想让您给我们数数目了，因为大家只有知道了双方多少目，我们棋友看起来才对这个形势啊心里有底。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形势判断，我觉得形势判断呢是对局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不光是数数目这么简单啊。然后还需要对未来的形势有一个判断。我简单点了一下目啊，黑棋上边就是上边那块棋啊，它不算潜力的话呢，大概是六十三四目的样子。那么白棋算团上之后呢，六十目左右，就是贴目有一点负担，但是呢，黑棋三目左右，似乎掌控的地方都有，我觉得。这个官子有的收。那现在这个局面还是非常的细微啊。如果客观的来判断的话啊，就是可能是白棋稍微好收一点的西棋，但是这个棋输赢肯定是很难讲的。他断这个。打一将。对，好像看不着，对局面上没有什么便宜，打一将。这个完全是打一将啊。那么他，正如你刚才所说，他也要点点目。对。啊。确实，细棋的时候，肯定棋手是每下几个回合就会判断一下。这个棋呢，对于白棋来说啊，他我认为他是。一直有点优势意识的，所以呢，他后面这几步就下的稍微有点手松啊，这个棋稍微松一下，对手的追赶的步伐是很紧凑的，啊，这到目前为止呢，就从这一个打将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理是有点波动的，就是这棋有点吃不准了，对，到底我赢多少，我是肯定赢吗？他心里面已经产生一个问号了，并。那现在就是说黑棋在慢慢的追赶上来了，这个并它是有点考验一下黑棋啊，黑我们现在看白棋呢两个目的，接下来呢它二路打拔，肯定是它的这个一个棋，然后呢如果黑棋粘上的话它会不会就打劫了，上面打吃一个，对啊，打吃一个，如果黑棋只是粘上的话呢，这个棋有点小问题，有点问题，它上面白棋点一个先手，它甚至可以直接给你冲出来了。
本身如果白棋打吃，黑棋准备的是胡打，肯定是要胡打的，对，胡打的话呢，是粘上的，那么他就提掉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是比较轻的啊。所以我就说刚才那个打将啊，其实是有点损的，至少浪费一个劫材，对啊，这而且是个很大的劫材。现在黑棋啊，黑棋也打一将，打一将，我觉得黑棋不会粘到二路，因为如果他粘到二路，我这一打吃，如果他再一打劫，那黑棋不是无形中把自己就下重了吗？嗯，但是呢，你如果不走的话呢，我们看啊，白棋打拔，打拔之后，我这个挖吃就更加严厉了。甚至于我上边就可以直接冲断了这个棋，所以我刚才点目没有把这个点进去呢，是这边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的。最近这个二路并是一个考验黑棋的时刻，打了一将之后，我认为他仍然不知道该下什么。嗯，如果不沾上二路的话呢，他觉得时控可能有点不足。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能不能假装的攻一下咱们当初的那个目标，然后先看一看会不会蔓延到那边。想法是好的，对，但是不知道远水能不能解近渴，就不知道你如何来操作。对啊，就是你是因为这边毕竟太远了，我怎么你要小心一点，就是有的棋啊它不攻呢是不活的，这一攻呢，先手就给你来一个天幕，活出一天幕来。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爱好者的这个对局当中啊，是比比皆是啊。对啊，这不是马老的口头禅吗？不攻不活，一攻先手十目活。你先搬一个，搬一个呢是一个官子，逆收四目。那白棋会在上边走吗？也不啊，他还是跟着硬了。白棋先粘上，白棋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你出牌，对，把难题始终都留给黑棋。他还对对，他就是不愿意自己去走啊。如果白棋走的话，大概也就是二路打拔吧。那就先攻攻下边呢。这个攻下边你要小心，万一白棋啊在这地方做出一个眼来，完了之后把我刚才那个团的团掉。这个黑棋就吐血了，啊，他就做活坐在那里的话呢，就吐血了。那我总不能吃这两个子吧？吃左边这两个子，我觉得目数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就务实的态度来说，可能还真的只能吃这两个子。就吃这两个。就是你要想攻击之前，先把这两个子吃掉。这个我觉得跟也要跟很多棋友说的，就是，不要太着急。啊，就是招招都下在目上。对，你先下在目上。想要想吃棋没那么简单的啊，煎一个，这个煎一个呢，我觉得会，比直接攻击来的要好一些。这个煎有点儿，其实本身白棋在这边也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煎它本身就是先手后手很难讲啊，就是考验你。可能白棋会打，不走的话呢，把黑棋上面点一个，往下一靠，白棋会被搜刮得很惨。啊，于世英，我发现这个经验越来越老练了，经验很丰富啊。就这种棋以前都是什么古力啊、罗喜和啊，特别喜欢下棋。就这种棋啊，看上去呢是后手，但是呢你不补呢又有点难受啊。哦，他连落了。那这两手棋交换，我觉得从目数的角度上来讲，黑棋是有所得的。嗯。问题是黑棋接下来对这个棋有没有什么，您刚才说的这一点一靠你能成立吗？如果能成立的话，那不是对白棋的目数又有一个巨大的压缩。但是问题是陈莹，你要知道啊，点呢白棋粘上，嗯，是我那又你那先欠我一个冲吃，嗯，如果靠下来万一落一后手那就坏了。我不知道于之英有没有这勇气啊，先点了靠下去。如果白棋只能二路搬过，他再往回补也不是不可以。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先靠呢先不损，然后一会儿我点还能点得着吧？点得着吗？哎，他又是小尖了一个。
小签一个，那这个棋我觉得没有什么成果。先靠再点呢，以后我就粘上了。我这个地方呢也无所谓，就是，甚至于你点的时候我就挡下面都可以。这个棋白棋因为上面飞了一个之后呢，它这边有联络，你点我就挡下面，你冲过去我就再飞一个，反而它自己成点空。那现在，我觉得我黑棋的这两手棋小尖和白棋的这手棋飞，从目数角度上，黑棋有所得，稍微有所得，因为以后白棋小尖也有两目数。但这棋本身，这个前提是，黑棋本身是欠着白棋两目的，就是它的目不是很好啊。你看，经常会看到我们棋手有一些小动作嘛。其实我觉得于志莹就是在点目，因为他手一直在动嘛，应该就是在点目。对，他们这两位棋手还算是简单的啊。有的棋手呢，他比如说玩扇子啊，或者捏两个球啊，就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小动作。就是他们在点目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来的。瞄一下，那就先把隐隐约约的还是要瞄着他，这块棋始终都不能放过他。对，这个棋他不怕被冲断吗？您一直说黑棋的目数吃紧，那冲断的话，那也就是这样的棋，就一拼嘛。对，他现在就是说，鉴于过分和拼一下之间，分寸要拿捏好。这个棋白棋守也可以，攻也可以。30 seconds， 贴一个也是正常。贴的话，白棋扳住，可能白棋还有点目。我说白棋贴啊，白棋冲一个，想断吗？是。这个如果断的话，就是要决胜负了，决死战了，要决胜负了啊。不用想，这棋赶紧挡住，这种地方一定要有气势。是，那因为黑棋也退无可退了，也只好挡了吧。崔京有计算有那么快吗？他就是先冲一下，冲一下，可能两个人，对，那这个两个人都是这么想的，那这个气势上就差一点了。他是冲一下，先看看，非常想断这个棋，对，他一定是在想能不能断这个问题。断的话，您觉得白棋的把握有几成？眼见的没有看到黑棋有什么很好的方案啊。我就长一个，长一个还是贴，然后我能不能跳出去啊？跳出去没关系，有弯，长一个，对，它其实无所谓，白棋无所谓啊，白棋只要连上就行。但我真的断了。我觉得野蛮人这个绰号确实名不虚传啊。这个棋敢断，这小姑娘有勇气。那这个子肯定要长出来啊，我总不能弃了吧？跳了一个长或者打了虎都有可能。我觉得打了虎，那你这边的两个刚才尖的两个子就在嘴里了。长一个可以，长一个之后呢？白棋，白棋是贴还是留给白棋的问题是贴一个还是长？它长的话呢，下面有一个打吃。对，打吃完有个断嘛，刚才尖了两下，这个子就要进去了。但是呢，松了一气。但是对，松了一气，对黑棋这个。两个子呢，压力又不够，这个棋，我觉得白棋可能还是贴了吧。贴你照样跳出去，它也没有什么，或者说长出去。我觉得，您不是一直都说这盘棋没有什么战斗吗？在最后。那对，总要来点战斗。哎，他们得决一死战了，在这。哎呦，顶！哎，那我这一跳不是把它夹死了吗？用这拐吃就可以啊。对对对，我拐吃。那崔京这个棋加我这个冲一下，确实，这一拐吃，哎，那他断一下不是？他怎么突然我觉得对啊，他怎么突然间怕了？白棋贴完之后，他就做眼就完了。
这个肯定是损了，白的，白的关键时候手软了，对，还是，有句话叫"两军相交，勇者胜"啊，这被一拐吃，它中间还麻了。你这个棋你到底补还是不补？不补的话，被这黑棋贴出来，这甚至我觉得白棋很有可能还要再补一个。那这样的话呢，白棋的棋啊，全部下在黑棋当初我们看啊，在中央铁后的地方。对啊，它全都下都是单关。对，一个接着下，这个地方我觉得于志英得分很多，这个棋要把形势挽回回来了。哎，我们看这个于志英表情上也可以看得出，好，似乎有点来劲了。是。这个病，让我觉得这个崔军还是。心态上不，这个总挡了，这个不挡住还能走什么啊？然后白确实他的形势判断可能觉得自己优势。拐吃下之后，接下来这个贴也是让白棋很痛苦的。贴呢，尽管白棋自己小尖可以联络，但是呢被黑棋上面一扳，黑棋这边又成了点空。那么白棋如果要补，补哪也是个问题，是跳了补呢，还是小尖一个补？都是让白棋很头疼的。这个时候白棋的心理波动非常的大。对，我想可能白棋会补一个，因为他补一个之后补强了自己，上边刚才的那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吗？黑棋到底是要粘在二路？那黑棋现在我们看啊，他这一串啊，我觉得便宜了大概有四五目总有了，我觉得，啊。那天目刚才已经就是好个三目左右，对，现在我觉得天目已经是贴出来了啊，对，已经贴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考虑放弃下边这个小尖一个。一会儿我们再来判断一下吧。崔军这么下一定是有优势意识啊，就是没有优势意识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去下的。冲完断了之后再去顶。对啊，本来以为要开始一场战斗，突然间他又怕了。这个看他的表情是一边下棋一边在点目，这个职业棋手的明显是职业棋手的习惯啊，对，就是自始至终都要搞清楚我的目数到底是怎么样。现在白棋没有把这个就是这两个子连上，那么等到这个局部定型一下之后我们再来。对，上面黑棋就是看他怎么定型，我觉得他不敢粘在二路，太危险，而且中间现在白棋已经多了一个尖了，是不是在上边怎么补一个跳一个打了将。这个打吃从手势上来看就是肯定是读秒读到最后。您觉得黑棋在右边会怎么走？我觉得他就跳一个算了，就空跳一个。对，就这两个子嘛，他不是小尖嘛，然后就跳一个嘛，因为本身我这两个子他怎么走我都在他嘴里。现在黑棋要小心的一点是小心被白棋挖吃啊，因为刚才这一串走完之后呢，黑棋的还不像刚才那么丰富了。对，那白棋会我还在想白棋会现在就挖吃吗？这个题还是太大，挖吃万一这个劫没打好，这被提掉得不偿失。那么先走一个吧，这个地方始终是黑棋要出牌的地方。跳一个正常。对，我觉得我中间补一个我就不怕他挖吃了。跳一个之后呢就留下两个，一个是这边一个扳，白棋二路打拔。30秒。看看黑棋到底怎么补。我觉得从下一手黑棋的态度也能看出来于志英对当前形势的一个判断，因为我们看到双方两个棋手啊都在点目。50秒55秒。如果撑在下面自然是要拼一下，如果补在上面证明他的形势判断目数还行。应该这是一个右上是最后一个焦点了吧？
这个棋我觉得如果上面定型之后，我们就算白棋把这个二路打拔掉，嗯，黑棋把这个搬掉，白棋把右边的二路粘上，黑棋把这下边的打拔掉，嗯，简单点了一下细棋。细棋到底是有多细呀？半目之间吗？感觉上是这样。啊，就是说，我觉得于志莹，于志莹，形势肯定有所缓和。嗯，是前面啊，他这个目数这样下的话，哇，又耗出来，耗出来了。嗯，耗出来可以啊。出乎意料，本来我们一直都在想他上面怎么处理，他竟然是在这个地方又靠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白棋啊，嗯，这个退一步啊，这第一步就不能退啊，这一步一退是，对，步步都要退，这地方被靠出来很难下。确实，一旦你松一松，敌人就攻一攻。黑棋下一手这个并是要点。并完了之后呢，他再跳的话呢，白棋这个小尖的棋形就出现弱点了。是。但是冲断显然是不可以的。嗯，刚才连回，他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联络嘛。靠一个。对黑棋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嗯，黑棋就定一个吧。于志莹，我看这个很想把拿起子就往上下了，但是还是再看一看。对，再看一看。啊，真的是定一个。定完这个白棋没什么办法，只能虎一个。虎一个之后，黑棋再跳，整形。嗯，这棋。黑棋有逆转的意味越来越浓了。刚才我看得出来啊，于志莹尽管我们一直说他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当白棋那个顶的时候，白棋顶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一种露出了一种惊讶的表情，觉得啊，这棋为什么就退了呢？啊，他是。我觉得他本来是做好了一场这个厮杀的准备的。白棋这个时候很难受，虎吗？啊，虎一个以后黑棋跳，以后有一个几段，这个几段也是让白棋很痛苦的一个问题。白棋得尽快的在二路打拔。看到这个赛场的这个气氛非常的凝重。嗯，这个两个人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啊。黑棋仍然是在寻求更高的效率，我觉得。啊。拐一下，对白棋虎。这个拐，嗯，这个拐有没有可能被白棋补到那边去？有略有点担心啊，就是白棋不虎那下，他虎当然也可以，他把那个地方给团住，就把那两个子给连回来做个眼。黑棋分段之后，白棋做活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一来，目数上有点亏损。现在我们听着您的这个解说之后呢，我们的思路已经完全被带到了认真的看在这个地方双方能不能将目数的差距拉开呢。
其实现在呢，我站在这里就看我们现场的这个画面，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嗯，完全就被他们这种状态已经把我带到了下棋时候那个状态，一直在想这个黑棋接下来会下什么，白棋会下什么。好的，你这就对了，就看棋就是要看进去，就是你要把你想象成你就是于之莹。哎，是，真是有的时候我在这边看着看着就会出神了，就会觉得哎，这时候如果我是黑棋我会下什么呢，我是白棋会下什么，会经常把我自己当成了对局者。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女孩子看韩剧的时候会哭得眼泪稀里哗啦吗？就觉得自己是主人公。对，她就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女主角。嗯，才会是这个样子。她觉得这女子的遭遇就跟她的是一样的。对，是。所以看棋也要保持这样的啊。于志莹就走这个，她就把这两个字给弃掉了。这样的话，黑白棋一个飞点，可以把黑棋这两个字吃掉。那他这样下，显然是对形势有了一些判断啊。这两个子也很大呀，黑棋白棋我觉得得走了，不走的话被黑棋一跳，马上就存在了一个几段的问题。对，嗯，这点对，先把这两个子先吃掉。对啊，黑棋不是先跳一个吗？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把下边这个子给连上了，可以。他现在粘上，白棋。他先打一个。啊，这肯定是先打。对。打吃。现在目数怎么样啊？如果白棋把这两个子吃掉的话，现在仍旧是细棋。现在的目数黑棋还保持着有七八目的优势吗？我得重新计算这个目数了。他们两个这边的交换有点出乎我原先的判断。现在黑棋粘上，白棋断。投一下，这边这个地方应该没什么东西吧？这边像是没有什么关系。对。现在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判断一下形势，嗯，看看到底双方的目数到底是多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判断形势是特别重要的，特别突出的一件事情。没有，是这一盘棋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半目的时候。对，那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判断经常是乐观，非常优势，盘面十多目，但下着下着收拾收拾，哎，怎么会输半目？会经常会有这样的这种棋悲剧发生。往往最后就只输半目。嗯，对。这大优的棋最后一退再退，退到后来呢，你发现不对了，又重新的这个紧张起来，那么收到最后输半目。对，不多不少就输半目，这是非常我觉得我相信每个棋手都有过啊。嗯，这个多少的问题是。所以这个形势判断至关重要。现在
是要把二路接住吗？接住的话，现在应该可以再打吃，他就无所谓了。对，我就走什么都行，我摘上就行了啊。对，甚至于他可以二，一路虎一个，更好。啊，就是想着以后我搬，以后一路搬完这个白棋就不能打吃了，然后呢搬完这边就再这个啊，对，然后真的虎一个，虎这个好，这个大，这个的话如果按照目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九目棋，然后基本功很好，下一手这个搬要考验白棋了，敢不敢打上来？基本上不敢。白棋哦，对，如果侯一个的话，你在侯一个这边再搬粘啊，因为本来这个棋啊，如果粘上的话呢，两边只能搬粘着一个。嗯。现在呢，他两边都能搬粘着，这对于白棋的心理打击不小。现在黑棋要一点一点的把白棋的目要挖回来。嗯。白棋也有个考验的啊，白棋这边也可以二路一路虎。这个一路再虎一下，他接下来也是一个，嗯，也是同样的搬考验他，这不会崔京那么配合，也一路虎一个吧？一路虎一个，一路虎也挺大的，虎你一个，二三四五六，逆收，这个如果能搬着的话，非常大呀，这个六。你说四目总有，嗯，他会虎吗？我们一起来猜一下，崔京会不会虎？不是虎这个，就是上面团那个，那个也比较大，把那两个团回来。嗯，他虎一个，他有点担心打上去，搬的时候被黑棋打上去。那但是从气势上来讲，你唬我一个，一会儿不是威胁我搬吗？我也唬一个。我们呢在这里呢，因为这个蒋七阿姨啊，他谈这个谈这个的意思就很简单了，你以后搬我就忍。对啊，这个从目数上来讲，是把中间两个团回来搭，还是把下边这个子虎上搭？目数哪个大一点？目数我觉得下边就是要看这个搬能不能搬着，如果啊这个差两目呢，对，如果差两目的话，就是如果黑棋能打住的话呢，那白棋还是把上面团掉算了。嗯，现在如果虎，我们很容易定型的虎，白黑棋把那个搬掉，然后白棋如果把那个一路能搬掉，再把那个那边的右边这个二路粘上，嗯，这是应该是白棋最理想的收官方式了。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黑方六十秒。现在把这个粘回来，那黑棋是不是摆？啊，他现在搬一个是他的权利，我觉得他可能打二路大一点。因为我打八分之后我不是冲了，然后挤我还可以再打吃。他这个棋有点想瞄，所以黑棋这个扳很机敏啊。嗯，他这个粘有点瞄着黑棋整块棋还没活的这个意味啊。对，那他扳一个就把他扳粘掉了，就安心了。 30 seconds。搬粘，嗯，这都是黑棋遇到最终的手段。好，一会儿我们请刘老师再跟着我们大家一起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次形势判断来。
我简单的判断一下，我个人认为，于之莹获胜的希望比较大，细棋应该是黑棋好收一点的这个局面。我目前的判断是这样啊。这个是比较客观的判断吧，不带一点立场，不带任何立场的判断。当然，这个棋官子还有一些反复，我认为是黑棋稍好的，这细棋。那这样，因为白棋中间这一串，我觉得损失还是挺大的。是中间就等于说白断了一个，送了多少目？一二三，四，我觉得至少送了四五目左右。就是说他这盘棋他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是发力的这个地方，但是他的这个推进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对。所以始终一直肯定是紧紧的跟着他，追着他。所以可见崔静在这个经验上还是有一点欠缺，他就一直在点目，他其实这个时候只是单纯点目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在其实全局也没有，如果黑棋把二路打拔先手，二路打拔的话，然后再把那搬掉，如果可以走成这样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打拔黑棋可能会，白棋可能会走上面，那我就是把这个冲一下，中间冲一下挤一下，我就打一下嘛。这个拖打几个也很大，一二一收三五，我觉得这个棋应该是幸运女神要偏重于咱们于之莹。感觉上对啊，全盘也就没什么官子了，就是最后的这么两个地方。后半盘这个白棋是退让太多啊，这个棋。对啊，咱们。就是从刚才说要进攻要搜刮白棋开始，其实可以总结一下黑棋的收获。黑棋把下面这两个子吃了，然后把那个又提回去了，那白棋也没走着什么呀，然后最主要是中间还得了这么多目。确实后半盘有一种光脚的和穿鞋的两个人在对局，果然从这盘棋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任何时候啊，优势心理有的时候往往啊，在作祟的时候一定要克制住自己优势心理。话语刚老师经常说的，这鞋不能乱穿嘛，是鞋一穿这棋没法下了，这个。然后他还要立这个，立这个，他立这个呢，立这个他可以就吃那个，这样的话，啊，我觉得从小约这个对决的速度来看，他已经点清目了嘛，看清了，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啊，这棋还很棋还是很细的，啊，个人认为小约有戏，对啊。通常我们都是把这个一分钟的读秒用到极致，嗯，但是他这个崔京落子他就落子啊，明显是一种压迫性的，看清了，是看清还是压迫性也未可知啊。有的时候我希望是他看清了，对对对，那倒我当然是希望这样啊，但有的时候下了快的地方往往是就是说形势不好的一方，就形势好的一方像邱俊这八九在下，谨慎点再谨慎点。还是跟棋手的这个风格有关系，嗯，你看于之莹现在也会有一些小动作嘛，摸头发啊什么的，这些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因为对这个小鱼儿研究的真的没那么多，他的这些小动作不知道透露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我觉得咱们不都讲风水轮流转，我觉得从概率上来讲这次也该到他了，哎，是。而且您不是也说有六成把握吗？我也觉得有六成把握。好的，我觉得可能还以上呢。六成以上的把握。对，我是很坚决的支持小鱼儿。啊，接下来这个官子很难，就是
怎么走最好，还是有很多的难点的，我觉得。这个现在韩国秀在这点上特别强，不是已经都接近尾声了吗？我觉得大关子已经没有了。对，但尤其是这种时候，就是半步胜负的时候，这种地方很难。这个其实韩国棋手啊，他们在摆棋就是复盘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特点的。他们往往在后半盘的时候摆的会更多，所以呢，我们以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前半盘呢，中国棋手是不错的，中国棋手是领先的。包括一些局部的研究啊什么的都比他们要强，但是呢往往在后半盘被他们追赶上，这个跟训练有很大的关系。就因为后来呢，一开始呢是中国棋手跟韩国棋手的互动很少，就完了之后就韩国归韩国摆，中国归中国摆。现在又有了联赛以后呢，就像李世石啊，包括李昌镐这些呢，都会跟比如说某个队、围甲队，他都会一块摆棋，那么就慢慢的我们就了解了韩国棋手的他们这个训练的方式，他们其实在后半盘摆的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后半盘很熟。包括关子，他们往往的半步胜负，他们一定把每个关子都给你研究透了。对，其实咱们好像中国棋手更注重于这个前半盘的摆棋。对，我觉得一些最开始的一些定式啊，一些定型啊，咱们中国棋手都是我听过他们陈耀烨啊之类的高手在那讲棋，都是那些变化摆的那个快啊，都给他那个速度都已经跟不上，就我们的思维有时候会跟不上。白棋现在煎了一个杯顶，也发现没有什么很好的后续手段。我觉得一会儿这盘棋很有可能我们看不到最终的结果，那那个时候您还是在最后的时候给我们判断一下情况，给我们数一个目，让我们棋友心里有个底。但我觉得现在我还没有点目啊，就刚才这两个定型没有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是还是细棋啊，但我坚持是黑棋稍好的棋，好一点的细棋。因为有些定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棋比如说黑棋要挖粘，挖粘之后呢白棋就有一个挖吃，这个棋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呢，我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点目的。那我有没有可能挤住呢？对啊，我就说这挤住。对，你只能挤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呢，白棋一打吃，它这个目数又不一样了。对，如果这样进行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现在白棋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吗？对，我现在看到，我怎么觉得刘老师好像比小鱼还紧张，一直都在点目。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确实很难，很难判断清输赢，我觉得。那还是对黑棋有利一点的西棋吗？我显然是非常愿意坚持这个观点。对，我们也很愿意听到您的这个答案。那显然我们这盘棋在这样坚持的立场下，我们抱着一个就是听着您给我们这个形势判断，我们只好就很希望以您这个形势判断作为最后的他们棋局的好的结果。但是这个我发现这个粘上是先手，他可以冲一下，哪个冲又差一目，他得可以冲一下这个棋。现在黑棋白棋粘上，黑棋不能粘下边啊，白黑棋3 4 5 6 7黑棋只能粘在这里，对，不然被一小尖。
然后对对对，他像白棋是不是还可以再冲一下？悬而未决的官子还有不少，这个棋。嗯。啊，现在还是一个确实还是一个细棋局面。虽然这盘棋还没有最后的结束，那我还是想请刘老师，您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盘棋。嗯，虽然呢这盘棋好像看似啊是没有太多的大杀大砍的战斗，但是这盘棋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激烈的场面。嗯，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吃一块，非得要屠龙才称得上是精彩之局，像这样半目胜负其实也同样扣人心弦。所以呢我想让刘老师给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盘棋。好的，这盘棋呢我觉得从开局一直以来呢，这个于志英呢下的略显拘谨，那么导致呢在时控上呢一直有所差距。但是呢我觉得于志英啊他是下的是不紧不慢，就是不是说那种很急躁的想要去扳回形势。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呢，我觉得这个崔京啊是慢慢的把优势送到了现在我觉得是细棋这样的一个局面。现在的这个官子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确定的因素啊，我们希望于志英这个好运吧。对，我们希望这个于志英能坚持到最后。嗯，那我们这盘棋呢希望大家我们观众朋友们能在我们稍后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边或者是网络网站能看到我们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给于志英加油的同时，我也给李贺加个油，不知道李贺那盘棋是否结束了。对，好，那今天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把最后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嗯，好的，观众朋友，那么刚才呢非常感谢两位讲棋嘉宾刘时镇和陈莹。那么这盘棋到目前为止呢依然是很焦灼，在收最后的官子，而且呢这个胜负非常的细微，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通过整个直播的进程呢也了解到，就是崔京这盘棋呢一反他以往的风格，是先捞后洗，而且在中腹这条大龙呢脱先了很多手，但是于志英同样展现了他们他个人非常独特的一个力量的特点，所以呢利用这个后势对这个白棋呢进行搜刮，那么最终呢追成了细棋的局面。那么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另外一盘棋的情况，目前也在鏖战之中。那么朴智恩直白对李贺，这盘棋呢据这个研究室高手的判断呢是同样是一盘细棋，可能认为白棋稍好的局面，但是这个棋胜负也很难料，所以呢这两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最后的这个新闻。我们也期待呢就是中国棋手能够好运，那么这盘棋最终啊于志英能否获胜，目前来看呢通过刘时镇这个判断呢还是一个一点小小的悬念啊。另外呢这个李贺这盘棋呢也是通过转换，那么朴智恩呢同样获得了很多的实地，那么李贺呢在中间呢吃了一小块，但是点清点目数和最后的形势呢也是很细微啊，有可能也是半目胜负。好的，观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的半决赛呢就为大家直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